嗨，大家好，贾爸威，我是 Janet，我是旅游主持人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，但是我之前有上过公司的一个节目叫《谁来晚餐》，然后我就是去一个家庭，然后 surprise 他们，我觉得很棒，不只是多了一群家里的朋友，我也是觉得我有这个荣幸被邀请到一个朋友的家。后来我还是有上一个音乐玩玩睡，我玩得非常非常愉快，我希望你们也是看得很愉快。我觉得公共电视其实很像美国的 PBS 一样，其实他们做的纪录片或者是介绍一些人物环境，尤其是台湾这么棒的一个环境，我觉得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的棒。我相信你是跟我一样这么喜欢公司这种节目， Please， 我们需要你的 donations， 有一点点你的支持，一点点就 OK。 Pick up your phone， 请拨02-2633-9922捐款，挺公司，做好更多事。